こんにちは、エンジャンです。上次嚟沖繩咧，已經係2年前啦。由於時間唔夠咧，就選擇咗去好多嘢食嘅瀨翔島，就 miss 咗貓島啊。今次就嚟到澳母島睇貓咪啦。聽講啲貓咧就係唔怕人嘅，咁就好似個島上面嘅風情一樣，又 chill 又 friendly 咁樣。咁所以咧都冇咩好講噶啦。今集就同我第一新視角一齊嚟貓島度沉浸下啦。是真嘅哦。哇，好大风！你唔想食嘢？谢谢你。啊！我中意食。哦，你要按摩？摩？你讲正唔正？我呢个包佢唔会食。哦，拍拍吗？啱啱雪雪就好惨，收归咗人类冇耐咧，就俾人空走咗啦。由于都冇乜嘢做，所以我决定将所有猫猫都改晒名。惊咗！哎呀，一个地盘主义咧，只黄猫。呢只黄猫咪叫 Kitty 啊 ，Hello Kitty 啊，好痛！佢一知道我想行过去揾雪雪咧，佢就过去吓走咗佢。你系咪好曳啊？做咩跟住我？呢只好似我识嘅一只猫叫 Karma， 我已经唔记得咗咩名字，佢仲跟住紧我。点解黑色咁靓嘅猫猫都系流浪？Hello。呢只系咪已经变咗我嘅坐骑啊？我去游客，佢又周围黑黑白白，你唔曳啊？我闹一闹就走咗。黑色 get 到，你叫做你叫大黑啊？怀疑呢度啲猫好兴，好似比卡超咁样企喺脚侧边，令我好有被保护嘅感觉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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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哋继续揾猫。What？ 你叫白猫啊？你叫白猫？我哋两个系咪 friend 咧？唔知。我真系好识做咯，食咗嘢就可以摸摸咯 ，Morphy 系唔得噶咯。由于本身条声太差，都唔记得咗佢叫咩名，决定叫佢做本田惠子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啲我改名嘅逻辑，都可以留言嗰度问我多啲噶。啊，呢个艇就系我成日喺 YouTube channel 度见到好多猫嘅凉艇啊，过去睇下先。又见到只 Morphy 啊，只 Morphy 好蛋白。蛋白睇咗佢好耐，佢系咁狂嚼佢只脚咯，一定好痕。我唔用呢个蛋白。佢个嘴系啡啡地色嘅，所以系牛角包咧，就叫雪光牛角包吧。经过实测之后咧，橙色嘅零食包装系最受欢迎嘅。Hello， 左边叫鸳鸯，黑糖咖喱。
屋，一有嘢食就任我唔嬲 ，friend 嚟嘅。唔好意思。到远处见到只超肥猫，哇！呢只超靓，哇！好靓，超靓啊！佢唔系过嚟话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唔系，哇！佢靓到好似狮子啊，佢叫阿狮啊。所以佢叫单眼佬。哦，哦啊，这是什么来的呢？看到你，是欺骗我感情的椰子。是。呢只冇得唔叫奶油啦啩，奶油波咯。就呢度。Please come on， 嚟到。哇，總括嚟講，澳姆島真係名不虛傳，行得又舒服，啲貓又靚又黐人。建議大家咧，如果有兩三個鐘嘅時間咧，都真係過一過嚟落一落腳，都一定會係好嘆嘅。仲有機會遇到你嘅本命貓貓添啊！好似我咁，就遇到呢一隻奶油白色嘅本命貓貓。冇声啦，拜拜，拜拜，唔好啦，拜拜，同场加映，拉长到瞓到有嘢食都唔理，呢个喂食的猫妈妈，冇声啦，食完咪喂佢啦。自己嗰啲有人养嘅猫。